我年轻的时候也常常去登山呢，现在只能等死了。徐爷爷，您说什么傻话呢？正因为生命有限，我们才活得灿烂啊！<笑>有道理啊！真想在离开前再看一次美丽的山谷。 只要有一口气在，什么事不能做呢？好啊，走。没想到人生走到尽头了，还能享受这么美好的时刻。 徐爷爷一说你们的旅行，让病房都发光，不死气沉沉啦。是他乐于分享的余光，照亮了大家。对，谢谢你。累了，就好好睡吧。 走吧，我们去更长的旅行。